开的哦。那你在干嘛？看影片。自己开的哦。OK 啊。你看哦 ，IG 的处理就是这样，拍几个美食啊，可爱，文青风的一些文字放上去，哦，那个赞数，那个爱心数就会狂爆。他是怎样？你是最近转职要当网美啊？网美很好啊，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可是我看你平常就是蛮玻璃心的啊，动不动就崩溃。他像网络酸民败类那么多，酸几句，如果你崩溃的话，你这样 hold 得住吗？哎呦，我怎么会 hold 不住？拜托。哎，脸书的粉专怎样？不弄了？还是弄啦。我在 IG 上面是网美，我在脸书粉专上面是政论名嘴。我在 PTT 八卦版，我是最能打的八卦肥宅啦。我跟你讲，在这个年代哦，声量就是一切，声量要高，就是很多账号、很多分身给他吹牛皮。我有100个账号，我有100个分身，随时帮我辩护。你说他们能拿我怎样？在这个年代啦，声量就是王道，网络就是一切啦。哎，你看一下啦，有人那边骂我哎。怎么啦？还在玩那个东西哦？什么东西？可悲的造谣仔，写什么啊？他是骂错人吗？我跟你讲，不用理他啦。上次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网上这种酸民都是一堆，你整天计较这个计较不完啦，习惯就好了啦。喂，你有没有看到啦？妈又在做梗图骂我，妈那个风鸡臭鸡，还大学教授，恶心啦。我觉得他这个还蛮有梗的，他这么讨厌你哦、喔。沙小啦，我不管，你帮我骂他。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退出江湖了，这种骂人事，我现在已经没在做了啦。啊，不然这样好啦，如果你要骂的话，你自己开一个小号自己去骂他。哈哈，哎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干，你写这样。哦，你是白痴哦！你形象跟了不起负责什么两样？人家一看之后就知道你开小号写的啊，靠呗，被截图了啦，这个删掉来不及了。啊，那现在怎么办呐、啊？怎么办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将计就计。你开那个小号叫 Jessica 嘛？嗯，我跟你讲，你就去找一个女生，然后就说她是那个账号本人，然后你去告她。如果那个乡民继续靠呗的话，就告她、告那个网友。啊，你也不是真的要告她啦，就是吓吓她。嗯，如果她能够删文，当然最好。像网友现在都是键盘酸民啦，他们都是那种万人响应、一人到场那个无人到场那一种，而且台湾很健忘，一下就忘记了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这招屌哎、欸，就是要这样玩，跟你讲吓吓他们，他们就不敢来了。账号多久厉害，声量就是王道啦，网络就是这样啦，网络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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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